这边啊，我去看看无来哦。做个一包来。来，包。讲完。好来，好啊，来哦。讲完一个一包。葱抓饼有无？有啊，葱抓饼有。来，葱抓饼要吃200块。头前发生两块，来住。这手工的哦，阮大姐后尾做侪个，我是讲葱抓饼做好食，你甲煎煎足香的，你甲加两加起司加火腿，一包卖讲320块，我一包佫送你200，你新价钱的200了。来住。来，要食葱抓饼的话，200块。葱来，谢谢。真正好食啊！来200个，要食葱抓饼的话，200块。好，这边再一个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叔叫人倒两片。来，你过头前个，我知影。来拢无啊，100咯。来，你无买买100块试食看卖，真都没有咯。有人要试试诶无？葱抓饼100块，头前。来好啊！最后一包100，上面也无哦。全世界剩100，上面只没有了100块。来，好，我来收了。有人要食热狗无？这150条，破胖诶300、500面50条，早餐自己煎啦，你莫搁去用餐啦，同款诶物件啦，100咯。来，上面食热狗100块，有人要食热狗无？来，不要啊！个人要食热狗的话，100块50条的啊。100个人要食热狗无？100块就好了，100块。任务阿妈都有了吼，谢谢。来，这包麻烦叫人寄过。我是甲你讲哦，有食咸的你要买哦，不离也咸哦。啊，不过你若食咸，你也爱啊，叫人寄过。爆汁鸡块，你捌看我鸡块生安尼无？你叫人看。哦，来我听你看。你敢捌看我鸡块生安尼啦？爆汁鸡块叫人寄过。这包你也食啊，你就知影。无食咸的卖买就好啊。你捌看我？是你阿妈说的，来，连接啦，连接啦，连接啦，连接，小队连接，来，那这个肉落去做鸡块哦，你找无几斤啊？这两包免500块、400块啊，小块会嫌啊？来，我恁全部人家试一下看嘛，这两包500块你给我收起来，四个人家给我买，爆汁鸡块，新给一个人家200了，来200块，200块，爆汁鸡块。来200，上面一个爆汁鸡块，一点点就辣哦，一点点啊香吗？一点点啊香吗？来200个，上面一个爆汁鸡块无？我等下你十包哦，等我一下。拢有啊，都有咯哦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恁这个无买的人家，敢会当给我一次机会吃看吗？来一千个。我甲这间公司进甲真好着，来，我要简单甲恁介绍一句话，注意听啊。我要甲这间公司进之前，我甲伊讲无啊，我甲讲足济个无啊，闲啊。我家己做品牌，你卖鸡块，我可以卖别人的鸡块啊。我讲你有法度偌济个话？我去来查查的啦，无甲伊好笑哟。我去全台湾省，我要卖这包之前，我甲全台湾省的各大网络啊平台啊，有你卖这包，全部计较查了。你若有知道查到比我卖你100块更加俗的，你肯定我钱拢摕你。我伫网站查过上少一包偌济，你知无？119块，一模一样，同样拢同款的。我卖你这个价钱有够歹赚的。啊，我是教会卖尔，来一包你有人要试吃看嘛？爆汁鸡块应该无人用，只有把你做几块啊？你娘的成本伤粗啊吧？一包有人要试吃无？100块没有买过的试试100。来边啊！100块试吃看嘛？够有人要试吃无？100块，剩这3包卖够啦？啊，无100块有人要过来无？100块，爆汁鸡块100块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都有来收。各位游客，请注意收听。来，你的包包够完50块收了，行不行？来，摕50个嘛，往家收一个50个，摕个拍钱的。拍一个了。来。来毛豆给我，接了。你迄个做垃圾的卡，台下卡，差一个送无起着。来哎阿姐，你敢有昨下来无买着毛豆的无？哦，了想啦，我的毛豆世界好食真的。退冰两当食啊，退冰两当食啊，爱食免300几，我拢免，然后来要食200哇。有人要食毛豆的无？200块就好。我一包搁送你啦，我一包搁请你啦。来啦，新价钱我搁加一包啦，4包歹听啦，我搁加一包啦。两下。5包无够食，新价钱的头前看好嘛，一包搁你两包。来头前。200了，200块。来我两下。有人要食迄、那个？来三下。有人要食这个毛豆的无？200块了，4包五包。600，搁有要食毛豆的无？两包。你走我，你先客。200搁有要下来无？来，你下头一包。来，头一包最加一分咯，我好包一个。来，这无见到我诶。200搁有要食毛豆无？来，我带买豆干。恁无买人家要试食无？100咯，有人要试食无？100块。好，谢谢。100块，我要试食。不要啊！来。
来你个啥物啊？唐阳啥物啊？杀啊！手工啥物啥物？何工啥物拢啊杀掉？我前面袂记啦，我也无敢，只叫拢啊杀啊！一百个买来无？有啊啦吼。没有。来了，老板，没有。来了，一位。放心啊。如果你有遇到小孩，请快到办公室来。啊，这玩介绍这吼，这叫杀啊鱼皮带肉，内底肉足厚的。这电话拢无饲，用煎的煮金丝汤面啊！我爱教你变哪煮，你知无？你家有卤的，卤咸咸的，卤姜母，哦，这一包用我做半斤百三，这三包三百鱼皮带嘛，都三九，拢无饲的哦，都没有刺啊！来，这唔免让你开三九，三五拢唔免。来，三包都斤半，三百鱼皮带包，新价钱的拢无饲的，一句话了啊，三包上面只三百块，有人要食三百鱼皮带包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到后尾一个三百块了，今仔日你只要给三百块了，拢无饲的啊！我给一包送你，我一包卖你斤角仔尔啦。四个人计搞买啦，五百、四百拢给我收起来，三个价钱来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鱼皮带包，拢无饲的，我三百块了。有人要食鱼皮带包无？三百块，拢有啊吼！来谢谢。今仔日我摕出上大生意，一包我头家免钱的，请你。五包三个价钱了啊，唔免五百，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。来，人要食三百鱼皮带包无？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收，收落去，收。来，来，搁来买啥？来，我甲恁介绍一个好个物件。你捌听过网西手工个物件无？来，你是包票人去无？这叫网西手工个鹅卷啊，票人去看。花香袂歹，野生个。来，要食网西手工个汤，我甲你教一种料理尔，无第二种啊。番薯粉烧落去，用煎个甲煎个尔，食手工个。网西鹅卷，一个人加两包顿的五百块，唔免。手工一定是较好食，价钱一定较贵的。全部四个人加食，上新客钱的生苗，网西手工的鹅卷哦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上面就两百。来个人要食网西手工鹅卷无？两百块。鹅卷还有人要吃吗？两百块。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来谢谢，感谢你。你个人唔爱买过，想要试食看卖无？来一百了，有人要试吃的无？来掏钱。来，房西手工的鹅贡上面来一包，一百块都有了吗？一百块拢有啊哈，谢谢。来，上面拢给上一盖好啊。你要加几盒啦？你要两百了对吧啦？对。OK 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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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嘿，阿叔，你甲老爸四包腰酸排骨给我。伫个圆马路啦，对。来，恁遮人家听我讲过。请海啊，我随家买，来客气。恁伫外口敢捌食过这种物件？捌买过冷冻，还是讲捌去菜夜市啊、菜市啊食过这种物件无？来，我来讲。我这包药膳排骨是我精心家己做的，不管伊的汤甲伊的猪肉，我拢选台湾的。吼，你食看嘛，这大包的。啊，这一包外口拢啊四五百块的物件，我来讲。五百加五百，或者，存这四包嘛。来，我招两个人家买我的品牌，我的腰酸排骨。等下先把我这包吃来卖啊，后礼拜拜六这包起来，你买偌济距离大家，我为这钱跳你。两个人家吃一千吃八百面，这吃吃暗时还袂哈袂寒。上新客钱的怎样？四百了。来，上面吃腰酸排骨的四百块，这包腰酸排骨汤头加的猪肉排骨你吃看嘛，你学咯。四包人要吃无？腰酸排骨四百块。好的，过来要吃药膳排骨的，四百块。顶礼拜一个台中来买八包呢，四百个人要下来无？拢有啊。来变啊！来，最后这包两包拢没有了，上面只有两百块剩一包，就这包了吗？有。两包上面吃药膳排骨的两百块。好，你两个很大，左边往过一边。有啊啦，好，来谢谢。加来这一个阿姊要来掏钱，掏钱姐，掏钱掏钱。来。有人要吃这无？清迈野生的花香，全世界无人有这条鱼，这只鱼啊！你伫全台湾每一个角落买到这一只鱼，保证是野生的。有饲无？一支饲拢无，胃头烫到尻川，一支两分。两种料理鱼啊，肉幼绵绵，番薯粉烧落煎，第二啊，咱甲用吹，吹球技，吹泡泡技，吹就是吹硬杯，后背吹后背好食，鱼啊肉好食，凊彩煮落啊，好啦。太贵气去个，这个来餐厅直接吹起来，鱼啊五加鱼啊，韩国式太贵气。来，鱼啊五加鱼啊偌济？五百。来，要食海鱼的人客，唔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先加钱的三百了。啊，收济啊！来，三百块，上面一个三百。有人要食海鱼啊？无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来，我直接搁送你啊，直接搁请你啊，直接搁你啊，直接搁你啊，直接搁来啊。
这三只五百，你又买袂着，来先加一只，你安怎趁这收来啊？我搁加一只你啊，来，免1800，来300，上面吃。来，小弟啊，两下啊。来300，上面吃，300块。那我先给你下车啊，等下你先。来，搁两面吃花枪无花肠鱼，都没有刺哦，做好吃吧，做油的哦。两碗嘛，真是咪变素盐？哎，素就我盐啦，哎，正人啦，有可能无素盐，哎，无猪无味的啦，有可能海的物件啦，有可能无猪无味的。哎，你妈咪过买两只，总共4只百五咯。有人要试吃无？150块，150块，有人要吃海鱼啊？试吃，来。来，我这是做你试吃啊，阿明姐来吃哦。来，有人要吃这包无？唐扬鸡腿块，整包都是鸡腿肉。几包拢鸡腿吧，几包。一包卖500，卖400。来要吃过迄个唐扬鸡腿块，先给钱200，落一公斤呢。来这边啊！来200块，上面一个200块。来边啊！来。先拿3个。来。一个块拿。来最后一包上面一个200块无？过来要吃唐扬鸡腿块无？200块。200块，来要吃唐扬鸡腿块无？200块。500。来，海龟翅上面一个拢无啊？安哥是500。